好，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土地公娶亲呢？彰化的福安宫的土地公今天远从彰化到宜兰，要和宜兰四节福德庙的土地婆定亲哦。现场仪式全部按照古礼进行，相当的热闹。不过土地婆不是早就结婚了吗？原来今天土地公要娶的是土地婆还没有出嫁的妹妹。炮声响起，宣誓娶亲队伍来了。彰化福安宫浩浩荡荡，总共五台游览车一同跟着土地公来下定。从迎娶习俗到聘礼，样样都不可马虎。经过了重重关卡，土地公总算是见到了美娇娘。这样的场景让民众觉得很新奇。唔好快讲，我在这抓了。对哦，哎，伊来阮庙的，即个问讲讲，我有土地婆啊，啊无，阮甲讲有啦。啊！因的土地公想讲要娶新娘，安尼就对。原来是彰化福安宫的土地公想要娶老婆，于是找上了宜兰这间福德庙土地婆小姑独处的妹妹。土地公有迄个特别指示哦，我哪会知影讲咱叫土地公？对啦，啊，就阮伫阮阿伯讲了，阮爸伯吼，啊，就来恁家讲指示讲哦，足兴旺的安尼吼，啊，叫阮过来吃安尼。土地婆，阮这是介绍嘛？哦，是，唔是咱这土地婆哟？唔是，小妹，小妹哦，介绍嘛？庙方特地打造两面金牌，除了祝土地公娶到美娇娘，也希望土地公和土地婆能够幸福美满。民视黄富义宜兰报道。